啥也没有啊！别着急，让鸡叫一会儿。还跟这装，还装。哎，听到没？学着点儿。哎，行行行行行，我快了。让你别说，遭报应了吧？别闹了，到底有没有？小弟，哎，还真有哎！闹归闹啊，待会儿记得拉我出来，不然你就死定了。你赶紧的吧，磨磨唧唧的，跟个小娘们儿似的。快！成天框成个球，治治他！死豹子，行不行？我轰死你！我，你快点！你哭啊！你哭啊！你倒是，我看你咋哭！快拉我出去！快点拉我出去！你看，哎呀，真会啊，还装呢！出去了，好，快让他出来！快，快让他出来！拉不动了！四条，四条，四条！啊啊！让开！走走走！哎呀！里面有怪物，走，走啊，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要死了，快走！压价，这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死的不是我恨，死的不是我恨，就不是我恨。闭嘴！让你闹，让你闹，让你给我闹！三条，害死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吗？还是不知道会这样？你满意了吗？怪物追上来了吧？不可能，这可是海中央。
我现在再也不成了！我错了，我不能，我不能。你的鞋啊！快点！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穿鞋的？别慌，有我呢。这四座广场中最大的一座叫十二楼，预计整体总投入将超过50亿。我们今天奥地产有信心。把它打造成全亚洲最大规模的生态旅游娱乐岛。那潘先生，今天奥地产的具体实施计划您方便透露吗？啊，这个啊，以后会慢慢公布的。这个蛇蛋哪来的？啊，我他爹在山上采的，说是给娃补补。来寻仇的。和尚，快救救和尚！别慌。刚才怎么回事？没勇敢一点，蛇不坏。以后让你爸别捕蛇蛋了啊！嗯，知道了，知道了。有空啊，来我家吃饭啊。嗯，快走，快走。郑总，马粪，出事了，八面出事了。八面，嗯，又结婚了？不是。你自己看。失联多日渔船的搜救工作取得最新进展。据知情人士称，死者失联前曾透露过登陆蛇王岛的消息，不知惨剧是否与蛇王岛有关，警方会进一步调查举证。蛇王岛，这四座荒岛中最大的一座叫蛇王岛，预计整体总投入将超过50亿。我们今天奥地产有信心把它打造成全亚洲最大规模的生态旅游娱乐岛。
目前根据牙印的大小可以判断，攻击死者的是一条长达15米以上的蛇，也就是说，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泰坦巨蟒是真实存在的。泰坦巨蟒，而且就在蛇王岛。我想借助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力量，呼吁政府可以将蛇王岛列为重点保护区。但众所周知，泰坦巨蟒在58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对啊，是啊，这个也是国际蛇类组织达成的共识。是啊，对，没错。你好，有道理。怎么称呼？环保科高级调研员周小小。周小姐，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死者临死前拍的视频。周小小，你得走一趟了。네나와천정소매소조사하기로배치했습니다태탄비탄펜발조하면어떻게해야할지합니다退伍军人，蛇王之后。韩总，来一个蛇蛋补补。不敢，我怕这个。四爷啊，我看这个事儿不简单呐。我听说陈征到城里头打报告去了。蛇王的后人，省里很重视他的意思。他爷爷不过是我们金家的手下败将，我才是货真价实的沧海蛇王。是。四爷啊，我相信你的本事。不过，过几天陈征就要上岛调研了。如果他把蛇王岛列为蛇类保护区的话，那我们开发岛屿的钱可就全打水漂了，几十个亿了。吃里扒外！还敢不敢？虎哥，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你，你比我还能紧张就好了。是陈正逼我举报的。哎呦，带出去，别吓着潘总。啊，四哥，那走。潘总，走，您就放心开发，不就是蛇吗？不是我，我保证
省里来的人上岛视察的时候，一条蛇都找不到。来，干一个，干一个。庄子，那个最近手头紧，能借我十万救急吗？对不起，我不会再相信你。我这次真的是急用。原来死的是你朋友啊！我、八面、马粪，我们三个人是发小，从小就喜欢蛇。后来因为理念不合，所以分道扬镳了。那你上蛇王岛是要给他报仇吗？你朋友被蛇咬死，你还要找我上岛调研？哎，把蛇……不是我找你上岛调研。不要提八面那个孙子了吗？哎呀，来，打着朋友的名义卖蛇，算什么东西？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发小啊，沧海石。王之后，美女，来打个招呼。哎呀，给我加点流量嘛！来来来，你不也借人家名义圈粉吗？圈粉跟卖蛇不一个性质。马粪，哎，来了。哎，金老四，他来这儿干嘛？今天奥地产不会放弃蛇王岛这块肥肉的，估计和金老四联手，我们得尽快。师傅，麻烦加快速度。好嘞。加点急，加点急，这个电别漏电啊！马上保证给老大做好。好嘞，扛好了。熊哥，来啊，再来二十串。西北角的山有可能有蟒蛇出没。武三儿，四哥，带兄弟把这块给我查好了。放心吧，四哥，我们不干完不回来。四哥，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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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哎，四哥，抓的咋样？大丰收，热情啊！来，三，谢四哥。来，兄弟，多吃点啊，吃饱了才能一起干活。哎，你兄弟们都分了。谢四哥，谢四哥。我你都别动。不是，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但我是。哎呀！起来！哎，勇勇勇勇哥，你看我大哥在这儿吗？哎，勇哥勇哥，哎，勇哥！哎，不好意思，他是新来的，对不起啊。新来怎么了？不行啊，滚蛋！啊，是是是。阿勇，算了算了，都不容易。存货，快快快快快！干活，废话。快点！钟发白呢？故意在帐篷休息。我去叫。哎，阿勇这小子真是……祖宗啊！
我到处都是毒蛇，哎，完了，补贴才500块，他随便打人，我就是帮臭毒蛇的嘛，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流氓团队，这无良开发商，真有我们好欺负？嘿，这连你也欺负我，贼就我打死！ 人呢？有人说，虎小蛇大材小用，大蛇出来再招呼。有点意思。啊。师哥，把那仨麻烦弄来干啥？猴老贵的。对付陈征，他们三个正合适。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话呀！哎呦，怎么了，大哥？没事吧？大哥，没什么呀。大哥，快过来！道上蛇成精了！别过来！ 进来的，出去！咱不是一个队伍的吗？九爷配合，四哥。 这是为了叫醒我们，特意请来的礼物吗？别嫌礼大就好。大不说，还又粗又长，真受不了啊！废话少说，来吧！有，谁来救救我？红虫哥。 每次都是你赢，以后还咋玩啊？谁让你每次都是布的？活该！行不行啊？啊！咬他！ 哥，精彩，精彩啊！好，四哥别笑话就成，礼还你，算哥几个孝敬您的。蛇拿来泡酒，厉害！将来项目完工了，兄弟们庆功！谢谢四哥，金老四。 好久不见，哟，这不是蛇王之后，怎么着，没在部队待着了？啊，忘了，被踢出来了。哎，要不跟着我，给你口饭吃。不够，要看我心情好不好了。
刀杀风光这么好，你过来捕蛇是不是太煞风景了？还有比见到你更煞风景的事儿吗？哎，再加上我呢，得给你煞成啥样？我说那飘了一阵麻屎味儿。你，哼，金老四，得饶人处且饶人，更何况是蛇呢？放蛇一条生路好吗？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嗯。哟，四哥亲自上手啊！金老四，你来岛上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善恶终有报，好自为之。我们走。四哥，这么放他们走了，会坏了咱的事儿。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农夫与蛇，懂了。这男的身手不错啊，够硬。那女的身材不错，够软。这次别再惹事儿了。这平胸小屁股有什么好看的？比你强。那帮人不会轻易认输的，如果对咱们不利怎么办？放心，咱们登岛的行程全程公开，他们不敢怎么样。我看他们谁有这个胆子敢动我马爷，哼，活腻歪了吧。是我爷爷以前上岛建的木屋，简陋了些，但躲雨过夜不成问题。小心点啊！有股腥臭味，不对劲。哎，正道，是不是你爷爷离开的时候没冲厕所？有点口德吧你。大家小心点，这里很有可能有蟒蛇来过。
有死人啊！是二饼。二饼，就是八面那个小跟班，他怎么在这儿？很明显，警察只打捞到八面的尸体。从尸体表面腐烂的程度来看，他是先遭到蛇吞腐蚀，再被吐出来的。啊，这老师，你胆挺肥的呀！我以前在蛇研所工作过，经常接触被蛇咬死的人。一旦手机有了信号，我们就报告警方，他们会派人来安置二饼的后事。啊，尘归尘，土归土，早日投胎啊！来生富贵，来生富贵啊！啊啊哎呀，就是这儿，蛇肯定是从这儿进来的。来，搭把手。就堵住洞口，不够吧？别忘了，蛇怕火。不要玩火，小心惹火上身。无聊。你烧醋了？对啊，得做好防范。美女洗的白，烤鱼烤的香。等一下下，一会儿请你吃烤鱼。美女啊，你吃烤鱼加不加孜然啊？那七分熟还是五分熟啊？要是吃完闹肚子啊，可别赖我啊！谢谢，我要十分熟。那烤老了也别赖我啊！哎，郑哥，你带了孜然怎么不说呀？怎么想尝尝雄黄粉味的烤鱼啊？不是，你说你怎么一点幽默感？哎，郑哥，你爷是不是一直在找那个泰坦巨蟒啊？对，找到泰坦巨蟒是我爷爷毕生的心愿，这木屋就是供他考察居住用的。这些东西保密才是保护。郑总，我感觉你爷爷好像找到泰坦巨蟒了。
程总，二饼活了，你看，他在动。别慌。他们有消息了吗？勇哥他们一晚上没回来。这金老四就是想谋财害命，得打电话报警。手机没信号。哼，那就拍下视频，回去告诉他们。喂，那边好像有蛇蜕。
的有泰坦骏马？守望岛很快就会被列为重点保护区了。啊？有蛇蜕就够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光有蛇蜕还不够，我们要采集更多的资料。嗯。还要采集啥呀？啊，八面二饼都让这骏马咬死了，命都没了，还采集？采集个蛇粑粑！啊啊啊！死人！哎哎哎！这孙子怎么在这儿啊？啊！昨天晚上肯定是他想害我们。哎呀，贞子，你救他干嘛呀？纯属浪费资源。你没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啊！来，我们别救他了，就让他在这待着，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自作自受。老话说得好，自作孽不可活。哎，不是，你们别救他了。这是巨蟒的卵液，巨蟒要产卵了。哎，你们可真行。他想害死咱们呀，在你们这儿城堡啊！泰坦巨蟒真的存在，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完成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分钱了。谢谢四哥。四哥，我弟呢？快回来了吧？快回来了。咱们后面看一下。发财不是个办事磨叽的人。勇哥，哎呦，勇哥，混账金老四，你想害死老子？喂，你干嘛？我弟发财呢。你弟发不发财关我屁事啊！我又不认识他。哎呦，你应该知道的。对不起，没见过。你撒谎！你把我弟怎么了？你想把我们怎么了？啊！你弟弟放蛇咬我们，出事他活该。你放屁！呸！啊！还有这事儿？你给我装糊涂是吧？哎呦，勇哥，勇哥，你欺负我妹妹蛇了？怎么了？我朋友活该被打。不是这个，是他们救了我。不。我说的不只是他活该，发财被巨蟒咬死了，巨蟒不打，还有你，陈正看见没有？住手！一场误会，拿去，算是你救下我弟的谢礼。另外。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哦，原来如此啊，还是你聪明。原来金条长这样，不过我救你弟不是为了钱。这么清高啊。小心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要是真想谢我，现在就把外面的蛇给放了，离开蛇王岛。离开蛇王岛，外面几十号人等我发号施令。真按你说的办，我金老四的面子往哪儿搁？他们养家糊口谁负责？你等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一定要捕蛇吗？咱们上一辈的恩怨可以暂且不提，如果都像你一样不去捕蛇躲清醒，那蛇药的发展谁来推动？你没问题，别绑架我，成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已经足够。我抓蛇，你贩卖和更多的野生动物是犯法的。就让我做了些什么？八面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笑话，八面的事你再不收手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早把你扔海里喂鱼了。
看清楚了，蛇王岛归属金天傲集团的批文。我们受集团委托为开发岛屿扫清蛇患，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走。陈章，你小子够仁义，可是光靠仁义，在这岛上走不了多远的。如果不靠仁义的话，你弟弟现在不会躺在营地。行，钱不收，这份人情我欠着。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回来找我，这儿随时欢迎。嗯，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的确想要份礼物。你们给我站住！你说站住就站住，你咋不上天呢你？肉串先陪我来。麻烦。自己站那吧你。四哥，我弟呢？节哀顺变。你不是说误会吗？你为什么不弄死他们？这人多眼杂，动手不方便。满满一箱金条，哎呦我的个乖乖！巨蟒也许已经产卵了，如果被金老四他们发现就糟了。你什么意思啊？小蟒蛇存活率很低，必须第一时间保护起来。你意思是带小蟒蛇离开蛇王岛？申请保护区的手续是很繁琐的，如果等批文下来，蛇王岛上的蛇都被金老四抓完了，我们不能让小蟒蛇落到金老四手里。那我们把小蟒蛇带走跟金老四他们有什么区别？那我问你，你不就是想把泰坦巨蟒公之于众吗？你觉得一旦公开了，科学家研究员会放过小蟒蛇吗？区别只是先后问题。哎，有道理。哎，正子，你为什么老惦记泰坦巨蟒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申请保护区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其实他真实的目的就是想把泰坦巨蟒公之于众，好夺回他们陈家沧海蛇王的名声。正子，你真是这么想的？我看过你的资料了，你在部队当了四年兵，成绩也很优异，退伍之后一直跟着金老四，恐怕不光是为了保护蛇啊。首先，我是蛇王世家，保护蛇是我们家族的核心任务。我爷爷相信泰坦巨蟒是真实存在，一开始我也相信江宇，直到看到八面临死前的视频，我才敢笃定泰坦巨蟒一定存在。为什么我爷爷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却惨遭金家设计陷害？为什么我成绩优异，在部队当了四年兵会退伍？为什么逍遥法外的人都可以活得心安理得？为什么安守本分踏实生活的人却活得提心吊胆？你想过吗？现在金老四在黑市上贩卖毒蛇，八面因此而丧命，人命啊！还会有多少个八面，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管你认为我申请保护区是不是幌子也好，还是想夺回沧海蛇王的名声也罢，总之我不想再闹出人命。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真相，让政府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你明白了吗 ？OK， 我同意。但如果小蟒蛇真的落到金老四手里，我希望你别后悔。哦，正子，我昨天忘了告诉你了，你爷好像后来另有打算。
有些东西，保密才是保护。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我弟弟是怎么死的？你弟弟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他死不死关我们屁事。麻烦。马去了吧。
周老师到底跑哪儿去了？ 小小，小小，小小，快点，小小，上车！快！你去哪儿了？你怎么找他了呀？ 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啊！我去寻宝巢穴了。所以你采集到蟒蛇的 DNA 了？啊！采集到没有？采到了。你没拿别的东西吧？没有。确定？没有。你一定拿了什么东西，麻烦。 你包里是什么？干什么？还给我！麻烦！郑总，蛇蛋，你赶紧把蛇蛋放回去，不然我们都得死！郑总，还给我！要不然我杀了他！冷静，郑总，冷静，开车，开车！ 念我在木屋救过你们，别追过来。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我自有办法。相识一场，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안녕하세요. 나중에 또 만나요. 자주 연락할게요. 마나?让你走了吗？啊？拿来。No. 야세 통할 보호 단체자 아니다. ISM. 일하는 일은 오빠. 참멀었시겠죠? 그러구나. 가족이잖아. 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是一伙的。那别客气了，不用送我。是啊，想当年 ISM 一脚把我踹出来的时候，也没这么客套。 这蛇蛋是他们预定的，如果得不到，一定很伤心。不过我会很开心的。ISM 不会放过你。和黑市那些卖家们相比，ISM 就是个屁。哎，下来。 金老四，我劝你现在就把蛇蛋送回去，不然我们都得死。这么说，你们见过巨蟒吗？我也正等着。什么意思啊？啊，请我们来乘凉啊！ 郑总，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待会儿包你们满意。
不敢打女人？呸！臭娘们，死别三，我们好心救你，你给我来这出！你刚才差点弄死我！喂，马粪，马粪，马粪！土鳖，没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陈章，后悔吗？你要是当初和我合作，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让你笑了吧？喂，有本事冲我们来啊！打女人算什么东西？别急，节目才刚刚开始。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还不明白吗？他拿你们当诱饵，你巨蟒！你疯了！你见过那个畜生的威力吗？金老四，你听我说，你是在公然蔑视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政府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放了我们啊？放了我们？你放了我们？你听到没有？想什么呢？走。四哥，真不是闹着玩的，躲躲吧。怎么能说躲呢？咱们去看戏。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金老四，陈章，你也我欠你一份人情，这个。给你了，金老四，你唱歌真难听。走。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蛇王啊！后面。
哎呦！我
畜生，还我弟弟！对不起啊，谢谢你。为什么救我？因为我要你揭穿 ISM 在中国制造蛇药的罪行。我还以为你爱上我。哇，这句话打死都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蛇王岛的调查报告怎么写啊？经调查，蛇王岛蛇类资源丰富，不宜作为开发旅游项目，应立即设为重点保护区。哎，那泰坦巨蟒？什么巨蟒？有吗？没有，没有。有些东西，保密就是保护。保密就是保护。哎，说到保护，上岛的时候有没有想着给我上保险呀？我要是出事了，我爸妈下半辈子也有个照应。当然上了。哎，够兄弟。受益人是我。你是真的狗啊！早知道让蟒蛇咬死。闭嘴啊！巨蟒，出来聊会天啊！喂。